大家好，我叫赵德利，来自湖南常德，今年41岁。今天我带来的这个表演可能全程高能，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所以带了4个头盔保障老师的安全。还要麻烦主持可能要清一下场。好，我先发头盔。老师好。谢谢。当中区域的座位全部清空，我们有序的撤离哈，为了你们的安全，谢谢大家。站不下的观众请到外面等一下，因为确实有存在一定的危险性，站不下的观众请到门外等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不安，我们就你没事吗？他们都撤了。四位导师坐在这儿不要动，待会儿表演的时候呢，如果你们真的很害怕的话，可以选择戴上头盔。看你得拿着这帽子，拿着一下，就举着这样拿着一下，对。表演者，我想问你，你的脚不影响你的动作吗？你确认你没有忘别的道具，就这么一个安全帽，还没有别的吗？不影响。我们按4个这个好了。啊？阻止他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类似于卡丁车的一个东西，飞火轮。哎呦，它真要飞起来呢。小飞机航拍。哎呦！